听到吗？啊？呢幅图系由彭展英帝所画嘅，都系全部啊，全部用自己一笔一笔咁喺电脑画嘅，都画咗好多啊，画得几好啊！有青狼、洛克人、云斗罗、阿龙，好多洛克人喎，其实跟住同埋娱乐金鱼眼啊、不良牛同埋华美子，中间又有我。今日边个生日啊？Tracy 生日快乐，跟住呢，李少康生日快乐，跟住呢，仲有边位啊？周仲文、何敬熙生日快乐，仲有边位？戴盈如、莫志乐生日快乐，跟住呢，仲有边位啊？欧洲跑，生日快乐啦！我系时候要开始啊，今日要打嗰个北邦大佬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啱啱讲嘅维修啊，最在于系喺呢个心。你唔系讲紧话整唔整到个问题，系睇你有冇话嗰个想帮人整个心咯。你系睇到嗰啲友系就系第一时间同你讲话，哇会使，佢系想你签，佢系第一时间就系你肯定啊铲机啦。佢就希望你接受呢样嘢，即刻铲咗佢。第一步我就想试咗呢样嘢，14皮啦，已经系时间关系咧。由于时间嘅关系，已经系即刻立即揼咗14皮嘅嘢，加咗啲嗰啲武器先，我都唔鬼记得嗰啲加啲咩数值嘅又剩。咁咪要打个契弟大佬嘅，嗰个升咩好啊？而家有啲双子血石嘅，我可以升武士刀。哦，你哋想升咩啊？咩 社会系嘅黐线？你系帮社会发声啊，或者发现一啲问题都咩社会系黐线？你系对于你哋系唔识理解社会系呢个字啊？我最大量话俾你听，升咩武器？快讲！苦冇得升啊！苦唔系用呢啲嘢，用血石块，而家有双子血石碎片，我哋升呢啲烂鬼枪吓，武士刀啊，武士刀千刃，好加爆咗啦，梗系要用血石块，之后仲有啲加咩啊？我自己话事啊，双刀啊，唔系话几好呢个咩啊？血石碎片加下呢个先，呢啲系废嘢。因为整下呢个锤啊，咪都劲啊，攻击力高啊，吓、啊？你有咩骑士之剑？我话是，由我加雷锤啊，定系咩咩啊？谂下先，雷锤啊，好似会有时可能会用下，就咁啦。猎人手枪加唔加？唔加。整埋啲武器先，修复。咚咚，搞掂，跟住就升咩能力值？系咪咩力量定咩耐力加爆佢？各位，随你喜欢，你中意啦。好多嘢你升完都冇咩点用。圣剑斧、手枪、大炮，点解未叫你用雷锤入啊？有用过啊？武器量最大啦，大放99秘法，你话是血质、活力、耐力啊？EQ 我最高啊！呢一度我话你听，全世界 EQ 我最高，力量好多人话力量啊，加爆佢啊嘛，是鬼蛋，先加得几点啊？啊，睇下先啊，1、2、3，3点啊，即加到。如果呢啲咧耐力就可以加到几多防啊？都唔知点睇透明，都系加3点到嘅防御，对咩啊？狂暴毒素，是但啦。你话力量啊，力量啦，费事搞咁多又呢样又嗰样，梗系其余啲钱啊，
全部攞晒去。睇下先，血瓶啊，拆买鬼晒，跟住有57零时可以买啲新衫嘅，反正唔会用到40，买啲新啲嘅靓衫。好，我都可以买呢啲嘅双子血石碎片，但我冇咩用。买到呢啲加狂暴抗性最高嘅啦，不如咁啊可以。黑死嗰啲契弟咩亨里猎人，整翻件啦，好似最劲喎亨里猎人，亨里买鬼晒佢先，我一路都系只悭识俭，一路都喺度唔用呢啲屈机嘢，哇亨里猎人件衫唔够呢个咁劲喎，废嘢，唔通买中一服啊，吓？低能啊！原来 我所有嘅已经系最好啊，唔系啊嘛？啊呢条裤啊靓啲，买一条烂鬼裤，搞掂啊！睇埋啲符文咧，有冇咩搞？睇下先啊，差唔多啦，应该够打啦，应该够砌啊！今日嘅目标系一阵要打死嗰个大佬先。噩梦边境，一开头系要开捷径先嘅，如果唔系又要行餐懵，如果又要行嗰、那个嗰啲契弟狂暴佬，嗰啲狂暴佬咧，啲人就教我咧就要咩偷偷地行埋一嘢捅死佢，就唔好冲埋去。跟住同埋咩镇静剂，佢话你啊一系就换定镇静剂定乜鬼嘢？但我边系呢啲人咧，大佬。好嚟啦，镇静剂系好鬼贵，我从来我系知悭识俭，讲真，我啊唔中意用。哇！呢条路系已经唔记得咗点行，讲真。收档啦，唔好挤吉吉。跟住跑跑跑。我一落嚟啱啊，跟住继续冲，唔使理班契弟嘢，一路行行行行行，行到咩有个毒湖过咗去啊，有个毒湖过咗去，跟住有啲契弟掉石兼且发神经落降头嘅，啊呢度毒湖啊，落翻去先，跟住一路跑，好烦呢个位。拎翻把细斧，跟住咁样跑跑呢边，点解读得咁快啊？喂，大佬，换咗条喂，系读得咁快啊嘛？我记得唔系、啊，好似扣咁快啊，好似啊，系我错觉定点啊？系条副问题，哇，冇晒气。好呢、這个契弟，好唔使理佢嘅，费鬼事理佢一百次。喺呢度咧，拍翻支针先。喺呢度又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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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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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，是老鼠都拜拜乜？低能到冇人有。趁而家有抗性，勾落去你个食屎仔，低能！我、哦、喂黐线啊！你睇下扣咗几多？点解咁远佢都发现？大佬点玩啊？大佬啊，精神有问题喎、啊！开枪射佢，跟住系咪仲有个？仲有一件啊？系咪仲有一件契弟啊？好鬼惊，讲真，我有呢个剪仔斩死你。好，血石碎片，而家先系俾血石碎片，我有鬼用咩？喂，又有，斩落去。点解呢度咁多呢啲嘢？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啦。跟住话咩打大佬嘅？
左边系嘛？佢话咩有捷径，就唔好入去字。边度有捷径啊？各位，呢度唔似有喎、啊。吓、啊？点开捷径啊？睇一睇先，因为我好惊行两步啊，中嗰啲低能降头佬。边度有捷径？好顺，右边呢度右边唔似有喎、啊，即系出翻去啊！好惊遇到嗰啲，会唔会有啲癫婆嗰啲啊？吓、啊？呢度啊，有嘢执。血瓶点开个捷径啊？哇，死仔包，戆居仔，食屎啊！勾落去，好紧张啊！呢、這个捷径啊？啊？好。嗡嗡嗡嗡嗡嗡嗡！我呢度就系之前好似嚟过嘅，但我都唔知点去翻。讲真，到时再问你哋啦。好嘛，咁咧就啱啱打一阵打一只契弟咧，就可以用咩嘅加农炮。好。咁就准备好㗎喇。跟住又换返把圣剑啦，啱啱上次都争啲片到佢飞天呢。喂，呢度点落返去？我啲妈好驚。唔知咪突然间，通常一星期一呢，讲真嗰、那个状态冇咁好。同埋呢把又攰。睇下先，今日又搞咁多嘢。吓、啊。好嚟啦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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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家系换咗加农炮未？好，换加农炮，先用重剑出击，出阵。好嚟啊，契弟，过嚟啊！牛姜揼落嚟。好，拍个头落嚟啊！哇，有机会斩你个死人头，过嚟啊！仲唔着放低你个臭头？哇，死仔一边我，好嚟啊！重啊，斩头！死仔一斩得唔够快，拍下拍针先，落你个头落嚟，哇哇，死仔不跳，跳咩啊跳，耷低你个死人头啊，唔耷就斩你只手落嚟，过嚟啊，好肥胸嚟啊！戆居仔，哇哇，死仔包边咗两锤，一斩，好嚟啊，斩落去，斩你只臭手，你的手很臭哦、啊，喂啊，好出啲咩怪招啊，避开。有机会啊！斩你个头，成日都争少少啊！唔好嚟得太远。好，过嚟啊！斩你个头，斩你只手。哇！发神经，继续揼啊！斩你只手。好。
有机会啊，揸埋去搏中你个头啊！佢要咬一次身体扣好，仲有机会。好，揸落去你个脑水，抄爆你个脑啦，戆居仔！再嚟斩多你一下。好，睇住啊！光落去白痴仔，耳头杀猎物，废柴，联系阿维达拉你个垃圾，佢拉屎喺度廿文廿武，上次啊话俾你，我系争呢下加农炮，好似我系换嚟换去换唔到，一嘢兜嘢炸落佢个头，好废呢个垃圾，轻松秒杀，冇嘢执牙呢个位。吓、啊！咩符禄啊？有咁劲，根本系技术表现啦、啊。寻日嗰个，上次，寻日都系，上次都争啲打死佢。讲真，佢边啊？而家要点去咩？冇地方啊，照行噶啦。边度啊？去入去间嗰间，诶、欸、有灯点，嗰啲咩杯我都唔知道有咩用，又佢整嗰啲英超啊，吓而家嗰啲咩金杯又咩啊？啲人好似叫我要去咩噩梦边咩教学大楼二楼有路去嘅，话呢一度已经玩完啦，呢只 boss 要咩怼冧啦，征服咗呢一度啦。咩噩梦边境靠左行，好似又记得有个人俾嘅 tips 系咁样，即刻揈咗啲钱先，咋咋谂加咩啊？有咩力量啊？乜都加唔到啊！而家我哋使喺边啊？啲钱大佬 ，very well hunter， 有冇啲咩又可以整啊？教会之锤。但啊，唉，嘥咁啲钱，跟住二皮几嘢，攞嚟买咩啊？一阵可以试下用嗰啲整嗰啲新武器。二皮几嘢啊，血就多噶啦，血瓶、双子血石咯，买咁啲咯，一系储住，即系嘥咁啲钱佢咯。我啊谂到系咁。镇静剂系咪都要买啲？冇得买啦，最多啦，买啲补血、补解药，跟住买埋啲血瓶搞掂。好，跟住咧试下用下，武士刀咯，东洋武士，因为咩教学大楼二楼啊。乜靠左行，好似系好，去教学大楼二楼出左门，冲上去点灯，再靠右直冲第二灯塔。去教学大楼出左门，冲上去点灯。呢、這个教学大楼啦，左门即系呢边啦。哦，武士刀，呀呀呀！哇，点解扣咁少嘅？好似，好、哦，用个沾咗我嘅血嘅刀啊！死仔边度系咁啊，掠强水啊！哇，扣好多啊，大佬，拍针先，食屎啊！呀呀呀！好，连环斩，几劲！沾咗我嘅血，嘅武士都劲好多。好嚟啊！死啊佢！哇！死仔包，斩斩！好收翻啲血先。好嚟啦！出左门系咪呢度啊？
啊，呢度好似嚟过，系嘛？咩第三条磁带呢啲读过啦，之前都边轨道啊，大佬？呢、這个好嚟啦，成日都要去呢啲，好烦。佢迷宮唔連貫咁，跟住又去咗第二個次元。內務月金杯破除迷宮封印的金杯，內務月是持血瓶特殊的治療用血，恢復生命值或者的血受到祝福。之前阿林讀到有瓶水的治療方式，連上輸血會使人感到格外生氣勃勃。曼希斯的噩夢，我整個燈嚟點好唔好啊，大佬？而家應該唔需要用加農炮啦，可以使用火把嘅。好嚟啦！武士刀，系啊，咩冲上去点灯啊？啲人叫我呢度冇咩执啊，一最兴嘅啲 game， 即系等你一条直路，你以为好过瘾，一冲上去就发现有打靶仔，啊，杀喂，死仔包。好掹啲血，哇！又似斩落去，哇！扣咁多啊，哇！死仔啊，拍唔切血啊，因为自己用紧武士刀，扣啦好快，啱啱甩咗血出嚟。低能，未习惯。其实啱啱应该唔好咁样冲埋，第一下我泄咗道气。被嗰啲石棘鬼住，我应该慢慢行埋，只要一嘢用巨合斩片去飞天。哇！黐线，而家仲有冇见到啊？啱啱一出嚟已经同我扣咗啲血，冇所谓啦，使晒啲钱。好嚟啦，即刻匿喺呢度先，伏击个契弟。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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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老鼠刀吧！哇，低能点解戆居啊你？哇，斩斩哇，识放电！哇，黐筋啊！哇，系腾一腾先，傻咗啊条友，闪入去。食屎啊！戆居仔，入蚀正蠢材，好放电啦，契弟！哇，出蛇，大蛇丸啊！戆居捅落去，切切切喷后，高难度动作捅，哇！耶，杀！取回血之轮回，哇！点解哇条蛇食屎啊！你嘅业畜，哇扣咁多啊！戆居啊！呢啲蛇食屎仔，你嘅畜生，哇！俾佢咬两下都扣扣到黐线啊！食屎啊！耶！居合斩，哇！点解斩唔中戆居？拔刀术呢啲咁快，劈翻啲刀先。好，呢度用。喂，呢度有只嘢，咪走啊！食屎啊！斩斩斩！哇！咪走啊，契弟！喂，仲走？食屎仔，好、哦，我斩呢啲要斩到咁样嘅喎，血石块三粒啫，唔系咁啊，大佬，呢啲咩嚟啊？防暴冷血，点解武士刀会咁屎啊？我知武士刀，因为我血质唔够。哇哇哇，咩事啊？点灯，我而家已经狂暴紧咯。啲人话要呢一度要咩搵个
即系要揾呢啲掩护物嘅。佢话因为有只唔知咩屎眼望住你，如果你唔冲前，哇，就会死啊！就会俾人系咁样跟，哇，死仔包喺边啊？喂，你走去边啊？拍支针先，好。是咁俾人狂暴緊，嘩死仔低能嘅，拍定针先，因为呢度如果你只要唔满血你就死緊嘅。好嚟啦，而家冇咁狂暴。喂，唔好阻住我食嘢嘅契弟，血食快，碌返出去，碌返出去，斩你个贱人！冇屈人啊！芝麻筋，俾人碌死贱仔，我系一贪个血食快，应该怼冧第一只正畜生。试下用下雷锤食屎，冇事都唔系话好啱使。先看看雷锤，好彩喺呢头嘅，跟住又要继续向前，好嚟啦，跟住喺呢度继续上，好死癫佬，系啊，嗰条丝其实我都唔稀罕，讲真，你咪攞咯，中意咪攞去咯。攞去，毫俾你。我执咗嗰啲嘢已经好开心，讲真，偷笑有门啦、啊。哇，死契弟落。